啊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在老地方旁边哦，在那边等单，也就是我常常会等单的这个等单点哦。那现在是4:43哦，4:43，我到这边哦，还没接到单。哦，今天没有跟不能讲往常啦哦，没有跟前几天一样哦，而是一到老地方马上就有单可以接哦，今天没有啊。我也不会觉得，就是说啊，可能今天就可能有点差这样，哦，基本上来说，说不定有可能有点差。好啦，那反正就等嘛，废话不多这样。今天天气其实不错哦，那反正就顺顺的跑啦哦，因为我的右脚哦，各位朋友，我的右脚膝盖还是有隐隐作痛哈，虽然比昨天好了，但是还是稍微有点痛这样。所以我今天还是佛系跑了哈，今天还是佛系跑。当然，我希望今天可以冲15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趟墙，哦，没错，我趟墙45趟哈。那2、3、4、3天哦，只有3天可以冲哦，这样，所以那一天就要冲15趟，所以我希望今天能够冲到15趟哦。啊，15趟低标啦齁，这样子。所以我今天应该也是开自动接单齁，那系统要帮我叠单哦，我就让它叠，因为反正我就冲趟次嘛。哦，来了，各位朋友，明香园。好啦，我要去明香园取餐啦，明香园就在旁边而已。这间店在这个长安西跟中山北交叉口齁，几次经过觉得好像很厉害齁，看什么时候要来买给我老婆吃啊。啊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回到这个老地方旁边哦的这个 R2 出口，在那边等哦。我刚那单已经送掉了，那单那个静静的啦，哦，1公里内的单这样，所以很快就把它搞定了。那当然了，哦，这个金额也不会很漂亮啊，反正就是冲趟次嘛，哦，就是大概就是。心态这样子啦，哦，会比较好一点的，继续在老地方R2这边等一等吧。啊，各位朋友，我刚发现哦，今天这个接单的这个 APP 哦，好像又更换回去了，现在可以帮客户怎么样呢？评价，哦，之前APP 更新是没办法帮客户评价，如果现在可以哦，这样那也不错啦。因为常常有一些客户的胡搞瞎搞哦，这样子，然后这个恶搞外送员哦，那就是把它评价一下哦，这样大家互相评价嘛哦。就你客户要复评外送员也可以，那我们就也复评你啊，哦，蛮好玩的啊，那这个哦，我是听说啦，就是外送员要是复评某一位客户的话，那么以后这个客户哈，这个外送员就不会再碰到，好像是这样。详细情况怎么样我也不晓得，因为我从来没有给别人复评过，我都给他按赞了，我管他的哈。我现在人在这个新生北路哦，这个巷子里面，靠近长春路哈，大家可以看到我前面是长春哦。我现在回去老地方，因为我刚就是接了2单哈，那往这个就是往那哪里啊？民权东路跟那个吉林路交叉口那边跑。那我现在
要再赶快杀回老地方去接哦，因为在麒麟路上我有不好的回忆啊，在那边接不太到单哦，我啦，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，我是这样，所以我不太可能会在麒麟路窝太久。哦，前面那台是背着大包啊，我看一下，哦，肯德基，好吧，我要回去，要去肯德基取餐了。那边有一台熊猫脚踏车，我记得那台熊猫脚踏车好像是一位这个一个小姐在骑。其实他蛮酷的，因为他那还存人力，而且他骑超久了。好的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人在这里是哪里啊？中山北路二段116巷啊、哦，这里靠近马街医院啊。我刚送一单哈、哦，送来这边这样子啊。那现在要再慢慢的骑回老地方哦。回老地方去接单。目前我是送几单啦、啊？目前我看一下啊，我停这边。目前我已经跑10趟了哈、哦，那现在是6:54，6:54哈、哦，那我还差5趟，还差5趟就我今天的低标达到了哈、哦，这样。哦，所以我希望这5趟就是接下来的2个小时能够顺顺的到哈、哦，这样顺顺的送过来哈、哦，顺顺的推波给我哈、哦，这样子，然后我再顺顺的送哈、哦，大概是这样。好啦，那废话不多说啦，我要骑回老地方啦。啊，各位朋友，我目前人在这个承德路3段。呵呵呵，已经过了民族哈、哦，已经过了民族，大概在这个圆山哦，捷运圆山站附近哈、哦。我刚才民权东那边接到一单这个麦当劳，然后就被系统带到这边来。那我一看，哇，这么接近40哈、哦，我马上把自动接单关掉，哦，免得我一个不小心啊，我又接了一单，我要回到40去哦。哇，那个不得了。不过其实回40也还好，就怕接了一单要往3重跑，哇，我会疯掉，所以赶快把自动接关起来。好，那么现在我要赶快再赶回老地方去，我要赶快再赶回老地方，然后不能在这边逗留太久哦，免得都没有单拿了。各位朋友，我现在在大龙街哦，没错，我又被系统带过来了，哎。刚接了，在民权西哈、哦，民权西上面又接到2单，然后就往这边带，哇，也没关系啦，哦，反正，也是好事嘛，哦，因为就这样就多2单，那我现在要赶快再回老地方哈、哦，我回老地方，哦，看看能不能再接个几单哦，因为现在才7:30，时间还早啊。哦，所以先回老地方再说啊！我现在依然是手动接单的状况哈，因为我很怕被带到3重去啊，所以手动接单比较安全。啊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人在这个好星光南西旁边的一个小巷子里面哦，就是这边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这个餐厅哦，这边也是一个很这个很多伙伴会在那边蹲点的地方哦。那我在这巷子口啦，现在是8点，那我已经完成我今天的低标15趟，我已经完成了，所以我。接下来我就是顺顺的啦齁，顺顺的佛系的慢慢的齁，
慢慢的接送啊，哈。不过其实也已经快，就差一个小时就九点，所以我打算哈，就是在那边等，等大概十五分钟吧。要是有单我就继续接啊，没有单就，哎，单来了，好，摇滚披萨，好，我要去接单了。啊、各位朋友，我现在在长安西路哈，这个跟这个是什么路啊？不管它了啊，反正就老地方附近哈，台北当代艺术馆的对面啊。我刚刚又接了两单哈，也是在这附近绕了一下哦，所以我现在是跑了18趟哦。啊，现在是8:24哈，我打算在那边等到8:30。那、要是没有单的话，我就准备下线回家了哈。这样，因为其实我现在就是完成我的低标嘛，那我现在都是比较偏向哦，就是佛系哦。接下来都是我都会当 Q 丢哎，都当捡到的。所以要是在30哦，就是8:30都还没有接到单，那么就是这个捡不到了啊，我就当捡不到了。好了，有6分钟，可以慢慢等。哦，对了，也刚好要跟各位这个就是聊一下哈，应该是问一下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，就是最近在跑，应该讲说今年哦，今年在跑这个外国的客户啊变多了。哦，今天我跑了15趟哦。应该讲说我今天跑了18趟，对啦，现在啦，跑到现在总共18趟，今天我就遇到了5位哦外国人点餐哦，这样。那5位外国人点餐，有2位其实是旅客哦，那另外3位其实是已经住在台湾，因为看他们的那个就是直接送到他住的地方去，这样。那我是觉得咯，其实台湾也真的从今年开始哦，从这个小小地方啦哈，我就开玩笑讲，就是我就是单纯的说送餐嘛，但是外国客户变多了啊，那这个从这个小地方确定哈，就是台湾真的已经开始跟这个其他国家正式接轨哦，这样，又或者是说可能连接比较深啦，这样。所以我是就有一个想法，我要来把我的英文练好，免得有碰到外国客户哦，我就只会那几个单字哦，其实是我个人是觉得不太够了，不太够。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这个对于这个有没有些什么想法，或者是大家觉得说啊，单纯只是送餐哦，英文不厉害其实也无所谓哦，这样。那我是觉得就是可能有一些送餐遇到一些状况，在沟通上面可能会点英文应该会比较好处理吧，哎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的想法是最近我碰到的外国人真的变得非常非常的多哦，这样子就碰到外国客户，这样不管是哪一个国家，美国也好，英国也好，法国也好，还有印度哦，像我刚我就送一单到那个金华哦，那是一位这个韩国的小姐来取餐哦，那还好就是她的英文跟我的英文哦，我们俩英文一样破，所以就用单字就可以沟通了，这样只用单字就可以沟通哦，幸好是这样哦。不过我是觉得英文还是蛮重要的啦，对之后的台湾啦哦，不管是什么行业都一样，包括我们这个做 Uber Eats 的哈、哦，其实这个英文应该也是。还蛮重要啦，这是我的想法。闲聊哈，闲聊，闲聊。好的，各位朋友，现在是8:30哦。那么我现在就确定断单，那我就离线了，下线，准备回家。那么今天就是跑了18趟哦，比我的低标15趟还要多了3趟，还不错哦。其实还蛮开心的哈、哦，就代表明天呢就。明天或后天哈、哦，这个烫奖哈、哦、就比较早完成哦，大概是这样。好了，那废话不多说，那就、哦、准备回家。
今天哈、哦，就出门要跑 Uber Eats 的时候哈、哦，那到家附近哈、哦，去配了药，没有办法哦，最近我的这个牙龈又开始肿痛了哦，那要需要吃药来这个，让我这个牙龈的肿痛问题得到缓解哦，这样子，哎，人呢、哦、年纪大了，这个病痛特别多。